量体裁衣，衣得体，这是得体的由来。得体致力打造个性化生产，小单快返，智能的服饰企业。2020年，得体在杭州千百万生产基地全面引进捷克的智能成套系统，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数字化、自动化、打通工厂与供应链平台之间数据互联的生产基地。捷克智能生产管理系统为得体供应链解决了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的难题，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减少了生产过程中频繁换款的困扰。面料通过裁剪系统提升裁片精度，通过集中挂片投料模式节省了40%以上的人力。吊挂产线串联模式实现统一调度，解决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的痛点，节省了30%以上的换款时间。智能分拣系统自动完成成衣的分色分码，减少人工分拣出错率，增加车间空间使用效率。使用了捷克的智能裁剪系统，很省心不累，效率还高。同样的工作量，之前两个人要9个小时才能完成，裁团的话2.5小时就完成了，工作确实轻松了很多。有了智能吊挂系统，省去了我们拿料的时间，做完后把材料往活动衣架上一挂，按钮一按就传到下一个人那里，非常省时省力，还让工作环境干净了。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捷克成套解决方案可以为客户定制化设计交付差异化的生产管理系统，帮助客户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得体选择捷克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行业标杆智能工厂。作为捷克人，我们定然全力以赴，助力得体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数字化产能平台。